了我调查好尾了，我已经查出淡薄线索啊。我看这位应该就是你伫外面的色鱼。想袂到你去查我的底细，而且我阁知影你甲你的情妇阁有生两个后生，若是有必要，我绝对嘛无惜一切代价，会伤害你所有的后生来阻止你立足保家。唔通让人看袂起，我一定要成功 ，Go！